来自一次梁怀王府，对我鞠躬告状。
看来定有其愿，众军何在？唤几户人上门堂。是。带几户人上堂。言道，女子告状，定有男子阻磨。你这民夫，本王有告示在外，到此命冤，先死金盘，你何敢以身自行？为所甚冤，有何不敢？对。行下令，平复你死听。定把无权民，可有后悔心？对面倒回音，为多把冤深。岂不怕何惧是更兵？对哦，看兵板刺痛。请看慷慨就行，看来定有其愿。你这民妇到此告状，可有状子？心在背上，呈上。见令，蔡金林，你有何愿望？
当着本王慢慢地讲来。皇爷用
明枪弯弯那腰，魂飞铁丝女行转，二嫂明枪弯弯那吼，马脚路就是他吃饭，汗马行落肩担，晚安夫妻不寻常，当初身为红头妻，为国不久就天葬，多要口音先去那娘，万岁村子将他帮扶下场，门错问偶不不办，公地上地都搬上，谁下马行一条命，共回啊云杂借错岗，公弟弟替他赔去银子先去了粮啊，偶安苦瓜将绝路失陪二嫂主持啊房，罗汉奸臣把多当，忠臣良将做胡杨，公弟弟膝下死亡而奔，你锣鼓砸回了乡，公仆的兵双亡而归，家妾又被胡说过，一家人熬下了乡，缘不熬烈困死他，我父求姑日久而绝，妙音信回家乡，二嫂大妾三爹儿妹日多马红吃门粮，定下规矩把他儿诓，必须退还子一丈，且骂人学家将，小人放火多次堂，和一个新的地马修儿鸡都亏马发胡秋堂，死托送信把门而上，托他好口你家乡，这俗语儿漏流而亡，马红嘴甜人也爽，二嫂拿多将都儿戏，阴心扩大进落房，定了头多跪地而罪，平报功作为王，二嫂死披落谢娘啊，是呀
几天呢、啊？夫妻啊也啊，从古过有多咸阳，咸阳心情灰儿少，愿我其他神与王，我听得凄迷进入而响，听说来了缅怀王，我还运气鼓列过儿庄，斗殿闯进王府堂，千军林爸爸别人那乖，我的是马落的独行那场，张哥马红头条装杀爹夫一帮王，张哥马红第二装心拼爹夫妻马良，张哥马红第三装一切马人多祠堂，张哥马红第四装夫妻二嫂给新娘，张哥马红第五装仗势欺人称霸强，张哥马红第六装做马红日当天请坐，听我慢慢的讲来。
姑娘我也难好的，如果治病的呀一年，我不去黄金山金姑将把山天面表，文公不点把头撇，金表落在江湖黑，必有用心大回归天，宋能山天面表，魏延对寻我张龙台，我的天表出了一位，修回王老张群才。连忙一起三六遍，他又把金镖打得烈，连随金镖抽连接，王龙公云变六叠，金镖落在身上回，东吴西九万五岁，兵无王公寡无岁，多连天三千八遍撇，五拉八砍八遍跌，三叠不行多蝴蝶，连接一瓶挂六岁，不动多枪西万铁，群兵先传不连接，说得连忙扣连撇，正到六阳一九天。世上不报我为三年哪回，为何你把你莫丢，同时不相见，饮了了羊汤水，走三遍看好人休息，举目便把你就见，因此咱好事不相会。去年打算回托土，为何没有苏信呢？几次修手人不跌，苏子家中做蝴蝶，王明铁三三楼连，好似咱们多年回。我来问你，你是我丈夫王文勇，
有何见证？为父当年上京赶考，夫人说我正主寒山一见，方可为凭夫人前能看。文庸为此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人当讲无妨，定办一块要他服用。此乃朝廷王法，调入阿官受此刑具，罪有应得。谁娘之人岂乃命运，未曾告状，心思定办。若此死在定办之下，有的人既不信，怎诉冤枉？夫人言之有理，请到后堂更衣。宋军何在？在。传我口谕，撤去堂前兵马。从今以后，有人到此命冤，一概不要阻拦。本王请你一时将领去往淮安，将王文虎连同安全一起调来，将阿红一家带来听了审。得令。两人把押了下来，得令。将人犯押了上来。好。
的马虎，你逼我二弟退婚，你又杀人放火，你还不重赦的遭灾？王爷呀，这位的令弟偷盗金银，拐带小女潜逃，公文叫他押到江东新衙问罪，休了来什么杀人放火之事哦？马上去！你佛言道，并无此事，你有何言？当面讲来。回禀王爷，小姐说自不应付过，请王爷强查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伺候小姐的婢女秋堂。好好好，本王就命你带枪。王爷有禀。王爷所问之事，都是我们家老爷所做，马人也是同母之人。斩过一耙。大人，你这个狗才，还不重赦的招来？王爷呀，小人所见之事都是我们老大人命我去做的，求王爷饶命呐！最后，将马能送往三阳县治罪，将马红老者发配活捕从军。黑人如黑鸡哦，都是你这个萝卜丝啊。马伯求他，你二人见义勇为，精神可嘉，留在本王府内，我一定厚待你们。多谢王爷。啊，夫人，我看干一够良辰吉日，与二弟还婚。也好。